来帮你记录出发前的路。出发了，孤单一人出发，刘作刚。自己第一次搭飞机就自己坐飞机。待会没有我以后，你就要开始自拍了。希望你可以带精彩的旅程给大家看。我刚刚带了一堆泡面，整箱都泡面。你到那边再开箱给大家看。祝你顺利，有问题就随时打过来。Okay. 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请选择到达站。在台中高铁站，等待下一班高铁去桃园坐飞机喽。第一次坐飞机就自己一个人坐，幸好是去至少这附近的，不是第一次就去什么欧洲走，不然我觉得我应该会死掉，毕竟我的英文不是特别好。请开始，我来试一试，来准备进去了。这个啊，终于过海关了。哇，海关还不难过的，那个指纹辨识我换了三四台机器才过，真是笑死。第一次戴 N95 口罩，感觉自己很像是一个可达鸭，可达鸭进化那个叫什么东西。飞机，刚上飞机的时候都有一种坐海盗船的感觉，遇到两三波浪，幸好都有活着回来。下飞机了，准备入境喽。请你，请你别跑，别跑，你别跑，我帮你了。哎呦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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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差点又进去了。OK， 拦截成功。下飞机好恐怖啊！现在还意犹未尽，我都把它当作是客运，然后骑在那个 Colo Colo 的人上，一直震，手心一直冒汗。终于到饭店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开一个行李箱，我看看我来新加坡带的是什么。彩彩，四件狼 T， 入口水，保顿衣服啊，回去的时候要穿的。N95 小包包，闪电狼口罩，水壶，这七碗是我的，这边全都是妈妈带了，他们超爱吃的。接下来就是带一些成药什么的，超级多口罩。所以等于我有五盒口罩，我像是口罩大亨了。就这样了，我们小组赛见。